人之嘛。好将你一到啊，啲事俾几多会啊？阿杜，阮家的阿仔为着卖大当老厝的土地，卖主临时通知，暗时要来了解迄块土地资料，才会赶紧去地政事务所申请地籍成本呐、啊。哦，安那才拄好，因为租金补助时间要到啊，我嘛要去地政事务所申请地籍成本。等下好那停吼，我载你做回来去啦。哦，好啊好啊，安尼我都唔免坐公车啦。啦新办成本免出门，你厝的嘛当申请哦。土地公伯啊，啊我讲的是土地成本呢。是哩，全国土地成本伫网络顶头拢会当申请啊。你只要用电脑就忙去 land.hinet.net 就当申请全国一楼一笔土地，或者是建筑的地籍成本啊。而且哦，上架以后的三至五分钟，就当伫电脑上领件，看到成本的资料。啊，而且费用，甲去地政事务所申请的费用同款哦，成本一张20块。是啊，这么方便哦。啊，唔过这是桃园呢，我今嘛要申请台东的资料，敢会用伊？嘿嘿嘿，无问题啦，网络行为无远无界啊，我哩要全国多一个县市，拢嘛申请会到。土地电子成本是有法律效力的地籍资料，啊，若参像阿仔即嘛，干那要查询地籍资料来参考，使用地震电团的业务就会当啊啦，啊，费用嘛较俗无。而且吼，今物除了电脑以外 ，iPhone、Android、iPad 买当申请成本甲查询电团，互你行到倒查到倒。吼、哦，真正有够好诶啦！我免出门，省落来车钱，就会当做使车，互我乖孙买物件。土地公伯啊，你诶业务吼这么先进，啊，需要范围这么大，又搁这么方便哦。嘿嘿呀、啊，因为即马政府吼、拢在讲提升服务品质，阮做事呢嘛爱精进，才能提供民众更加好的服务啊！地震服务更方便。